人生建议，冰头姜爷，姜爷大家普济堂，奉祀关圣温主、关平太子、周仓将军，圣驾莅临，莅临伫当正路主坛。过来，过来，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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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谢谢哈、哦。花大娘家万事大吉祥，今为中华民国113年天文岁次甲新年，农历6月23日结诞龙时。大家普济堂伫当正路主俊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率领合家五孝信男信女一同，兴神国际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碧兴，带领各贵宾董事长娘家同仁一同，诚心敬意，四方清修，恭敬大家普济堂大公圣驾车，按前奉祀文主关圣帝君，金驾前关平太子周仓将军，圣驾恭迎帝景，莅临正路主坛，顺安祝福，由着俊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伫当正路主甘宏武董事长，恒神国际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碧兴。率全体贵宾一同恭向按前，全体下跪，诚心跪爷，君主关圣帝君，大驾前关太子周将军圣驾莅临，行三敬有礼，一敬有拜，再敬有拜。三敬有拜，亲友献祖情，福祉关圣帝君及关平太子周仓将军，四方庇佑娘家人员，蓝天百福，福乐千祥，保佑康宁，万事大吉，合家平安，求财得财，求利得利，财源广进，万事顺行，再敬拜。请起立，亚卡林完成起立，请我们吉祥，我们吉祥哦，统一交给我们简宏宇董事长，让我们向前来敬香。哎，俺起立，哎，哎，来经过一下哈，经过一下，我进来，那个凤和大哥，你就起立，拜拜一下，再交给伊，对对对，哎，你再拜拜一下哈。啊，这个交给咱简宏宇董事长，左手边这边，然后杜秀平，杜秀平家，又来交给伊来。今日今日，奉上普济堂关圣帝君圣驾坐前，哎，那个饼给收起来，你给提起来拜拜一下。各位大哥，你给提起来，你那盘啊，刚刚盘起来吼，啊，给拜三拜了，后边要给你扎登去普济堂的嘿。敬奉凉水好礼，恭祝关圣帝君绕境平安，万万顺行。好了，凉水甲摕落来，嘿，凉水甲摕落来，嘿，啊，搬到咱的江灯市场。敬奉金秀枝头，百千红莲，恭祝关圣帝君圣诞千秋，祝寿大典万万顺行。红莲啊，甲迄盒，你盒拢甲收起来，拢甲收起来，嘿，拢甲收起来了。好，请简董事长，我们请复位。大家普济堂伫当正路主，俊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以及恒神国际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碧兴，率领全体娘家贵宾董事长同仁一同。在中央大家普济堂大公圣驾车，
风书关心文主关明太主就从中本性格造成平赢家三敬拜礼一敬拜再敬拜三敬拜内行正修两个好来用车来的新家车号准备继续来的叫定行亭那也请我们营驾人员我们请往两边撤退后好来一同来用三条来的大公新家车叫金平安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后经过之后就正式告一段落了明天一样齁只要绕境的队伍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齁